全新套房整面落地窗，采光好，空气流通，这是高雄的凯旋亲属社会住宅。像这样子一间全新的10平大的个人套房，附有全新的冷气以及电热水器，一般户的租金只要8000元，是市场行情的8成左右。位在林雅区市中心，总计245户，还不到2月1号参观时间，已经有民众来打听。地点不错啊。 地点不错，这个是都市的单环区。我们刚到这边啊，看外表很漂亮。因为地点好，租金又优惠，询问度很高。小套房关怀户的租金3900元，两房12000元，三房也只要13800元。只要涉及高雄满18岁，月薪在56467元以内，自己配偶、子女没有房子就能申请。就算父母有房也可以。可能我们的父母亲是有房子，但是可能 他们的房子是在比较郊区，那小孩成家立业之后，他可能必须要到比较市区的地方来工作，那所以他可能也必须要在我们市区租房子。六都社会住宅平均的租金比一比，台北1.3万，新北1.1万，桃园跟台中也要8000到9000，台南跟高雄租金最低只要7000元，但因为户数有限，得用抽签决定。 高雄市目前已经有14处社会住宅新建，目标户数15000户。镜新闻专栏李义清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